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探险黄金城秘宝。这里吗？哇，危险！啊！还好抓住！哇！不是吧？快快快！看会不会打中？他车上有个桶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耶！好险啊！现在就这个。哎哎，不要晃，不要晃，不要晃。有，他那个车没，哎，直接扑下去。我正好了。没有敌人吗？给我手榴弹，那算可疑呢。闪亮亮。怎么扫啊？我看到飞机了。Oh man！ 好几个人。
太空明灿哎。还有，快走，快走！等你一个，哇！Doesn't look good. You 麻烦们的，你蛋都拿一拿吧。对啊，要闪亮亮。还是少聊蛋。我要怎么上去？好像不能爬这边，这个绳子太长。Okay, 拿到了。Sweet. 下来，哇！安妮带了降落伞，我要去救他才行。太远。路可以上去吗？哇，又来了！
29发子弹。 还有，找地方躲。那边开了一条路。 Better watch where I'm going. 我还没时间欣赏美景哎，搞啥？ 没人啊，死了。应该是踩到这个陷阱所以死。 Hang on, Elena. Jeez. 哇！好多好，好多好，枪毙！枪毙！枪毙！狙击枪吗？那个？让我拿着。爆炸哎！搞不好不是狙击枪啊。 吓死了！不行啊，打不到啊！好。Oh boy. 我已经一百发爆了。还有，还有，我听到声音了。他是不是也不会安静一点？笨笨。 喜欢的话，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